老王官方发出声明称要出青蛙丝锦衣了。是的，就是你今天中午，今天还有四十分钟，咱们的 CC 会上架一个卡件，就是叫三界密令，就是你在 CC 点亮那个东西的话，在游戏里会获得一份道具，有机会获得青蛙丝账号的资金20000块。少骗人，今天愚人节。三界密令是真的，兄弟们，要不然能叫密令吗？啊，密令，端游三界密令玩法啊，每日完成任务可领取经验升级密令啊，领取对应的道具 CC 更有几率获得青花瓷角色。我也给标题改了啊，人家叫青花瓷角色，然后呢再仔细一看，是青花瓷角色勾号资金20000，就是你花100000块钱买个青花瓷的号，然后他补助你20000啊。嗯，而且是几率啊，关键是一个几率啊，几率懂的啊。参与方式，登录 CC 进入直播梦幻秀电脑版任意啊直播间，点开三界密令活动界面啊，这个11点放出啊。三界密令分为化圣和飞升啊，那明显化圣更屌啊。化圣呢啊有38元的 CC 礼物、白银礼盒啊、3个灯牌、钻石宝箱啊。那免费的呢，密令呢么么哒、青铜宝箱啊，此等级无奖品啊。50级的话可以领取个坐骑啊，这个赠送专属礼物密令啊，可以获得快速获得经验啊，每5级开启一次宝箱啊，开启宝箱几率获得游戏道具，钻石宝箱几率获得官方赞助青蛙子角色勾号资金20000啊。你看，嗯，我说有，你们说愚人节啊。11点开始啊。